是有这台车，唔知什么怪牌。哎、欸，帅哥，哎、欸，白通学堂给你采访一下。可以噻啊，是哦，真的哦。哎、欸，真的。哦，这个帅哥蛮大方的，多来我这个民雄家去，没活捉到，我来当给他放一照，因为觉得。白龙雪对重车虽然是不了解，但是哦，意外第六感，另备一款，咱这台车也白住无，非比寻常哦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上车去喽，行，来，来啦，哎、欸，帅哥，哎，请教一下，这台是什么怪牌啊？这是 KTM RC 390。嘿啊，它是算什么欧洲车或日本车是算什么的？哦，伊是奥地利的车款，奥地利伫咧欧洲，嘿，伊是一种欧系的品牌。是哦。嘿，啊，伊最大的特色，伊就是伊的橘色，伊规台车伊的橘色吼，诶，伊甲力豹式的佫无同款。嘿，很像嘞。对啊。伊是吼原厂的橘色，就是安尼啊。我等我刚刚伊那刚刚做成迄有一种车那个阿普利亚那种感觉很像，你不觉得吗？伊迄是因为讲吼，因两个。白柱吼拢是欧系的车款，我们就边聊，然后边拍啦，因为分享给同学。嘿，欧系车款啊，对，嘿，啊，这个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伊的这个钢管的车架，嘿，算不是咱迄种咧跳钢管的对啊，哎，对，伊这种是外露式的，伊甲这种日系的车款吼，Kawasaki 也是汉达，伊种的无同款，因是包叠内底，但是阮这种的东西露出来的。哦，所以说我刚开始看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，刚才导流板包也是过。这样的设计的对吧？一起挑钢诶，哎，一个有什么特色？刚盖小姐，我顺便，你就是大概你了解的讲给我们听，我来捕捉镜头，因为今天没有助理，我要长镜。好，伊的特色就是讲，哎，这啦，来，伊这后边这零配啊，这看软软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座椅呢。对，嘿，这真正会当坐，真正会当坐人诶哦。对，啊，你总有欠迄个后座迄种女乘客无？我前下还无欠。是哦，这我再盖一下者。哎，这个是这种车的特色，做这样子是不是？对，这就是一个它尾巴的特色部分。嘿呢，哎，伊吼，伊个车壳伫咧下骹，嘿，啊伊，哦，伊车顶伫遮就对了嘛。对，哎，真水呢。嘿，伊个整体看起来。原本就 LED， 就你自己改的还是原本的？原本就是安尼啊。嘿，真水哦！啊，伊这个 RC 就是伊的型号哟。对，伊的 RC 390就是写在遮。我来给你翕一下，看佫有甚物奇怪。哦，要是伊这会当藏一个物件，藏肉丸、藏便当，足方便的。哎，这个轮胎好像刚全新的哦，你是刚换的是不是？对，刚刚去换的。哦，袂歹哦，啊，毋是算多安尼开来我民雄的对啊。对，我拄则去加大去。哦，哎，你内行的，我前几天有去采访，他这个。是重车后面也是都有 ABS 是不是？对，而前后轮都有配有 ABS。啊，这是等于防倒球啊？哎，无，这是驻车球，驻车球是讲我用驻车架。哦，我知道，知道，就是架上去那一种嘛。对。他说你家里也是有弄那个嘛？有。嘿。哎，这接触没有？哎，对。哎，真水呢。伊的排气管，伊的便当盒吼是伫咧哦避震那甲车的中间。哎，真够注意了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后刹车油杯。哦，后刹车是在这个车子的盖边嘛？对。啊，然后如果说，哎，啊前面的。前面的都是伫咧遮。哦。哎，我看那个那一天我去拍那个中机云台线，哎，这是透明的，现在。哎，哦，伊种是叫做直推式的总泵。哦，是哦。迄种跟阮这种的小车可能较无啥共啦。哦，那个不一样哦。对。啊，伊这个零配啊是你自己加装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嘿，伊是一个大灯的护网。哎，我来当讲着，这请问到两辆车的部署咯。够人够讲好，这像要行牌的。哎，加赞呢。哇，你前面轮胎也是刚换新的哦。对，我是前后轮一起。哦，磨锈挡住哦，换倍耐力的大闪电啊，这个是就水冷的嘛？嘿，水冷的。啊，它前面那个 V 字形是你自己加的还是也？哎 ，V 字形，迄个是我自己再去加装的水箱护网。哦，它是一个叫极度的牌子。嘿嘿，啊，伊这台车够一个特色的是前面的倒叉。嘿，我头前倒叉车啊。哎，伊前面的倒叉。来，咱倒叉，我们来拍这边，因为我看伊就碟盘那看，那看那个松。伊的倒叉的特色就是讲吼，就是用。41mm 也较粗的倒叉，对呢。伊这种吼，甲够足侪足侪。我来翕片，我翕片小雪那部，嘿啊。我算甲工升级赛车也是同等级的对啊嘛。嘿。哎呀，你这个卡钳是什么品牌？我因为我刚刚查 Brembo 呢，这是到底什么款？这个是 Brembo 的小厂牌。Brembo 吼，伊吼是。做迄大车的，啊，但是这个吼，伊是伊的子公司，子公司吼，就是这个品牌。哎，伊这碟盘原本就这么大了。对，原厂这是配320mm 的。我要求这样碎呢。啊，这个
配色它是这样配色，还是你选配的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它原厂就是这个配色，嗯，这就是他们的经典的一个配色。真赞呢！反正我们就先这样闲聊了啊，因为我要控镜头，要控得很准，哎呀、啊，好。哦，没办法，感谢你大方的分享你的爱车给我们同学。这应该是自己装的装饰品啊。这是一个手机架。哦，这是一个手机架。啊，这手机是变哪放？嘿，手机啊，后卡，嘿，后边吼挂一个卡锁。哦，安尼就给卡进去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是我、哦、这个骷髅就是那个加水的嘛。对，那是我的副水箱。哎、啊、哎，伊吸水干会自然耗损，足紧袂？袂，嘿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个狗皮药膏是你自己贴的哦。对，嘿，这是我家己去买材料吼，家己用的。我搁看小莱姆的影片去学的。哦，你有看莱姆哥的了？莱姆哥他贴这个，我就觉得质感还不错。对啊。嘿，哦，莱姆哥，你看你偌红就好啊！我怎么那想到当机长想到你了？嘿啊，有机会来嘉义，欢迎再让白同学采访一下。啊，南部的车友就先告白同学啦。啊，你这个链条跟那个齿比有没有改过？哎，目前都还是保持原厂。哎、欸，你后边哎、欸、后边这材质的本身跟阳极处理的呢？哎、欸，原厂的都是配件呢。哎、欸，真赞呢、嗯！我想要采访、哦，我刚一看这触媒是，我裸露那些真水了。哇、哦，白龙雪，白龙雪还运镜运的这好势嘞。因为白龙雪哦，现在也没有那个重机的执照，我现在就是只能这样过干瘾拍给同学看。哎、欸，这后边就形成那个直升机的尾巴的感觉哦，也金属的感觉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后面这个小灯，这是方向灯还是你改装的？哎、欸，方向灯那是嘛是改装的，那是到一个短排架吼是做伙改的。哦。哎、欸，我刚后边做这個，啊，但是你外面在停车这个会不会可以盖住？我刚刚也龟裂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都疼哦。我拢停在地下室。不错哦，我再来看有没有什么细部东西拍分享给同学。哎、啊，油门哈也特色型，等住油门了。2017年哎，来你介绍一下。油门哈是使用电子油门，它没有油门线，它就是下面哈就是只有靠两条讯号线。哎，对。去做说，我知道像人的车等住油门，但是你也像停在路边，电子油门啊，为那个屁孩在遐给你转的声也嗨不？没。它有保护措施就对了嘛。对，伊的耐用度吼，佫比一种我们原本的油门线好很多。我也是嘛，啊，你这个它这个是可以扩充什么东西？哎，啊不，这两个点是我叠增后脚踏的。哦，后脚啊，所以它对，啊后脚踏是可以选配是不是？后脚踏我家己给拔掉。伊吼，和伊的整个尾巴。哎、欸，这是咧看伊机油啊，但是内底看怎么啦无半滴。对，伊即卖是粗粗的。哦，啊你个用个脚看嘛个。拍摄了，我因为对这个好奇，我就是以那个新手下去看。哎、欸，对呢，哎、欸，老船呢，哎、欸，好看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尾段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很特别呢，伊这是原本那个排气管就做那么短，是不是？有，哎、欸，原厂的尾段吼，伊一个一个尾巴吼，再个出来一支排气管，啊，但是我已经拆起来。哦，你拆开剩保养的对啊？对。啊，但是这样，我们如果现在发动，会不会很大声？嘿，我觉得实际上的声音真的比各位车友预期的还要小声。是哦，咱等下再来发动一下，干不？我大概全部再采访一下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它旁边那个林佩啊，你这个是什么功能？这个啊？哦，这个是视觉效果。嘿嘿嘿。你看我刚刚好借好到底的卡片好看起来就哦，很有质感。这个牌子我以前第一看到，现在它的东西还蛮耐用的。啊，你来不真上面人讲所谓什么防倒球啊？哦，因为防倒球吼，我也感觉讲吼，伊那时候我伫咧造山的时阵吼，哎对，伊那是喷出去吼，伊也造成一个拉扯引擎，然后让整个车架就是损毁。哦是哦，等到如惨哦，我再也算去高掉对吧？对。如果说它是静止倒下去是比较好，啊你若讲像安尼，就等到较惨了对吧？对。哦。欸、我翕一下伊个小雪嘞，正常内底有哪吧？哦，小雪，我诶迄种 YouTube 的人想要看的，这应该就是大雪啦。啊，你这台车是大概签多久？怎么能保持这么新？哦，因为我这台车是去年年底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签的。是啊，欸、我让甲你问一下私人问题。嘿，大概几张买得到？哎、欸，大概30出头张。三十出头，哎嘛无贵吼。嘿，对。哦，真赞嘞！白龙雪哥来分享一下，等下要叫他发动啊、喔！哦，跟他赞的啊！哎、欸，你当初为什么会想买这种车？
因为我觉得说它这个是稀有，这台车非常的稀有性。因为那时候 R3、啊、哦 ，R3 大家人都伫咧骑。哎，像伊这调整这段数，这嘛是原厂的配备啊。对，原厂都被可调式的。哦，我看这质感真正，所以重车每一台车它的风格就不一样哎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那发动咱看一下啦，行啦。来啦，咱叫咱帅哥发动，咱看一下啦。因为天色也晚了，来，我先看一下液晶嘞，我采访一下。哦，它就是全液晶式。哦，全液晶啊，但是防水能力好不？防水能力袂歹。啊，伊像这缺口顶，它也是像车子一样跑，几秒会家己发的嘛。对，伊就是发动了就会发起啊。是一般重车伊种档位诶，伊就显示啊，是家己加较有。档位显示，这是 N 档啊，这档位显示叠加。哦。啊，我的转速表叠面顶，嘿，我发动互你看。我真赞呢。嚯，声音不会像我想象那么大呢，吼。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小雀哦，嚯，大那个车夹着，哦，没办没办，我再拍一下这个特写啦，就这样。哎，伊英文是什么意思啊？伊个英文起码是伊个测速吼，你起码有伊个下伊个英文字母吼，拢会甲你讲伊个车有啥物问题。哦，你起码车是伊个啥物形态？嘿，啊，那个是，比如讲你起码就是讲你边啊都有油。哦，是哦，就是一般档机有这个功能。嘿，有，爱看有的厂牌，有的厂牌就是无。哦，真特别呢。啊，这个是，哦，我第一次看到阴暗开的模式，它这还有那个，那个啥，高反差那种开关电会袂歹，啊，这是咧强制断电的呀。无，这是启动的。哦。对。我看伊这大气的时阵够强，我有同时看，你看。看，我要修了。但是他现在把那个尾段先拆下来，还没有装上去，我觉得那个声音不吵呢。它的颜色哦，远远看的话就觉得很抢眼哦，真的真赞。好，感谢你，来感谢我们这位帅哥今天哦大方的分享他的爱车，让白龙雪来采访。啊，你今天你看白龙雪上面肺腑之言，来欢迎你讲一下，紧。其实我进前吼。虽然讲无看过白龙雪影片啦，靠要抓到，但是吼，我这车行吼，甲伊开讲吼，伊真是一个袂歹的人啊。伊虽然讲吼，伊无中介驾照，伊袂当骑重机，但是吼，伊对阮的这个车友团体吼，真正是最友善。因为吼，白龙雪都是玩第二的，你想讲我咧升第二行程比较认识我啊。因为重机的话，如果没有玩过二行程，几乎不知道白龙雪这个频道。然后这个同学他大概跟他沟通之后。伊就感觉讲，一当来上我这部，伊嘛感觉足欢喜的吼。啊，记得我们不马赛克的哦，愿不愿意？可以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后座还没有那个女友，也欢迎来那个争取一下。告诉你啊，有当然是好啦。礼拜赞，后来节目最后记得啦，敬业白同学，订阅白同学第二教室，拜拜。好，一进 OK， 来看一下。